大家傍晚好，我是小晴，然后韩思呀，韩思好哦。So 坐在我身边这一个呢，就是韩思。然后呢，其实我是想访问他的呢，就是像我刚才讲的这样，其实你是不是一开始你就认同 Aura Pants， 然后你怎样接触到的？一开始我是认同的，只是我嫌它很麻烦，很难穿，然后我就没有想要试，我就没有想要试啊。啊，你观望了几久？很多年，很多年。其实他之前是就是听过 Aura Pants 其实是很好，然后很想要试，可是就觉得很麻烦的感觉，对不对？对。哈、啊，就觉得好像很难穿这样子。那是什么冲动让你开始就是去接触？就是你会觉得我愿意试了，什么原因？当时，因为。我先开始接触 Slim Go 的然后接触了 Slim Go， 觉得 BE 的产品很好，然后就想 try Aurora Pants。 OK， 原来是这样子。这样我想问嘛，这样你在穿上 Aurora Pants 的时候，你有没有像你之前的那种认为跟以为，你会觉得很麻烦穿吗？会吗？其实不会了。其实你一开久了你就已经习惯了，其实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么难的。对对对，因为那种感觉是可能我们不习惯嘛，那穿上去的时候是非常的舒服，对吗？对啊，哈，很温暖，很温暖。我在刚才跟他沟通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那种真的是好像爱上 Aura Pants 的那种感觉啊，觉得真的是很温暖，很好穿。But anyhow， 我还是要想问一下，其实你这个就是你之前对 Aura Pants 的感觉嘛？然后你穿了过后，你就觉得很好穿，很温暖。然后其实你也是有本身有很好的见证哦，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嘛，其实你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就是你穿了 Aura Pants 过后，有些什么进步跟改善？我之前运动很容易拉伤，无论是手啊、脚啊、腿啊，还是背啊、腰都很容易拉伤。OK。But after 我穿了 Aurora Pants 就会减少，然后会舒缓。哦，你这样的情况就是你穿了几久过后，你发觉有这样的进步？一两个星期就有这样子的，一两个星期你就有这样的见证啊。OK， 喂，很好哦，这样子啊。But 的确，像我就是像刚才韩思讲的这样，其实呢，对于那个 Aura Pants， 就是对于喜欢运动的人，其实是非常的适合，因为它有一个方式，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那个 muscle recovery。对，所以在这一方面，其实有运动的人穿上 Aura Pants 运动的人都会看到它的那个 different 的。啊，所以这个是韩思本身自己的见证啊。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不是一个人有见证，他全家人呐、都有见证，包括妈妈啦，包括妹妹啦、弟弟啦，包括阿姨啦、姑姑啦，都有见证嘞。像我就一个一个要抓他来访问啦。这样你可以先讲一下嘛，妈妈其实穿 top 是吗？对，妈妈穿 top 啊，妈妈穿 top 有些什么进步跟改善？她改善了她的睡眠哦，因为她之前呢是比较浅眠的，就是好像到了一个终点，她就会自然而然起身，然后就很难再入眠。然后自从她穿了 Aurora tops 呢，就已经改善了这个问题咯。OK， and then 还有妈妈颈肩也是。比较时常会酸痛拉着、酸痛也会慢慢的改善减少舒缓。所以妈妈浅眠的情况是几年了？也蛮久一下，应该有一两年了。一两年就是睡不好，然后很容易醒，然后再穿了 Aura Tops 过后几久就有改善？她大概一个星期她就有改善了。很好耶，其实我觉得能够睡到安稳真的是一种福气来的，真的很重要。所以呢，就是如果是身边呢、有一些人呢、真的是有睡眠状况想要进步的人呢，真的是可以尝试 Aura Pants 的。对，因为 Aura Pants 跟 Aura Series 都有很多的帮助啊。我自己本身也是有这样的感觉，穿上那个 Aura Series 真的是特别的好眠，而且第二天的精神。对，然后弟弟妹妹呢，其实他们都有相同的见证的。其实我弟弟呢。他才穿了 Aurora Pants 四天吧，他就有四天。对，因为他之前是在国外嘛，然后现在可以回来了，他回来了，拿到那个 Aurora Pants， 才穿了。今天是第五天啦，昨天是第四天，他已经告诉我说，我发觉我穿了这个 Aurora Pants 我的
上大号的数量啊，增加了一倍啊。他说，他说很好很好，就是排毒啊，减轻啊，排毒很舒服，很这样哦，通畅无阻。对对对，他也没有便秘问题啦，只是他是说排很比较大量，比平时的量多一倍，甚至多两倍。这样哦，妹妹也是哈。对，我的小的妹妹也是。所以他们两个的见证是这样子，就是分量多了一倍两倍，就是排便的那个量，感觉比较轻松哦。是哦，对 对, 对，因为其实那个便便如果在身体的话，真的也是一种负担，就会久了就变成宿便。不过真的，因为我们都讲嘛 ，our pants 的那个 material 其实是 condensate 来的 ，condensate material 它其实就是吸收我们的那个体温，释放远红外线，然后远红外线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肠胃的有益菌的这个生长的，所以呢，它真的都是息息相关。所以真正了解它的科技呢，就会发觉其实这些见证它真的都是因为那个科技所带来的这一个效果来的。对对对，所以这个是弟弟妹妹的见证。然后刚才因为自己传到很好，自己家人传到很好，所以也会把这一个裤子介绍给就是阿姨啊姑姑啊传哦。对，所以之前我是想听一下阿姨哈，先阿姨先传啊，阿姨先传啊。阿姨什么见证啊？阿姨她是腰跟背酸痛，因为他是他有时候假日他会长时间站着做烘焙，因为他兴趣爱好是烘焙嘛，所以他长时间站着的话呢，他的腰和他的背会痛会酸，and then 他穿了 Aurora pants 大概也是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就改善了，然后他有时蹲着刷衣服啊，他讲他起来的时候呢很难很痛那个腿啊背啊，可是他穿了 Aurora Bands 过后他也是改善了这个问题。哇，真的，如果是齁，我觉得真的啦，每一个人就是可能就是在平时的那些工作啊，然后平时的那些 movement 啊，其实真的是时间久了，或者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点了，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在这一方面可以在生活上带来非常多的那个好处啊。还有一个其实就是姑姑，姑姑之前很难接受的是吗？对对，她非常非常的排斥姑姑。姑姑现在把 Aurora pants 当成爱人了。哎，我真的听了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你形容一下姑姑穿了的那种感觉是什么？姑姑讲没有 Aurora pants 她不可以哦。她讲因为为什么 Aurora pants 给她感觉很温暖。哎，她形容到真的是那种哇很浪的那种感觉，就是、是不是？她说很温暖哦，她讲她穿了很温暖，很舒服，她很爱。然后现在他非常的爱他，一天穿几小时，他可以说是24小时了。除了冲凉是吗？然后他穿了几久？他穿了大概一两个月了。一两个月啦。然后他自己本身那穿了一两个月24小时，他本身有什么进步啊？就是改善了他的睡眠问题。OK。最主要就是睡眠嘛，睡眠好什么都好。也是对哦，真的，他之前也是有睡眠的那个困扰啊。对，他睡眠就是他最大的困扰。什么困扰？他是不能睡还是什么？他不能睡，他很难入眠。很难入眠，几年了哦？蛮多年了了，有也是一两年了。OK。然后现在他穿了过后，每天晚上都可以一觉到天亮。哇，是的。真的哦，诶，很好嘞。我觉得我每次齁，虽然啊，就是我收集 Aurora Pants 的见证其实也是很多很多次，但是我每次听到这些见证的时候，我还是会有那一种觉得真的很好嘞，真的很劲嘞。因为就像我们刚才韩师分享这样的嘛，就是腰酸背痛啦，睡不好啦，然后排便啦，这些情况啊，其实看似好像很普通，其实是很 back check 的。对，真的是很 back check。尤其是睡眠，对对对，睡不好什么都不好。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啊，在这一边呢，我竟然听到这么多的这个好的见证，然后也非常开心呢，就是通过真的是 Aurora Pants 的分享，可以帮到就是韩师的全家人哦，可以更健康。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最大最大的那个财富。对对对，财富，健康就是最大的财富。Exactly 呀、yeah, ，这样 before 我们的 live one 之前呢，就是韩师有什么话想要跟看着我们的 live 的朋友们讲的吗？
心动不如行动，嗯，马上就来体验我们的 Aura Pants。哎，真的，其实它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嗯，你们了解了它的科技，你们就不会觉得，哎呀，它很难穿，它很麻烦，然后它很贵。嗯啊，嗯，如果你们了解了过后，你们就知道它的确就是那么好。嗯，赞同赞同 ，Never try, never know。然后真的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韩石本来其实是不容易相信的人，然后再加上他就有一种想法，就觉得哎，好像很紧很难穿这样子。而且我没有什么耐性的。嗯，我觉得我能够坚持到现在啦，已经算很好了，真的。如果不好，好了，不可能会穿这么久。对对对，我没有什么耐心的。OK， 不要紧。他现在呢，体验过后呢，他真的是像刚才他讲的咯，真的是要给自己一个机会试一试，然后你试了，你就知道他的那个效果是有多好啦，而且你会爱上他。OK， 我也是这样觉得，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对啊。好了好了，这样我们今天的 live 就到这一边了，拜拜。